最主要理念是结合那个男童。眼镜社看到浙江艺品，在早期基础拍成材之下，今麦结合设计元素，和作品来展现多元的风貌。那讲究实用，而且对着时代流行行，往在国际展出时阵，是凸显台湾特色正重要的创作。比较希望这些作品能够传达是我们很尊重、也注重人，还有与那个自然如何来共生。这一次的作品里面，竹子它本身有中空的特性，有轻的特性，然后甚至有一些那个竹子的材性的部分，它们其实是一个非常环保的一个特性。尤其台湾所生产的竹啊，有正环保的特性，加上工艺家不断来研发新的技术，所以成为真侪设计师在规划设计时所应用的材料。在这边开设的工艺造型设计，更是课程顶头各正丰富的课程安排。它的立法保护是这样子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在某一个地区必须要有多少户人家编的东西，有多少面积在栽培。管护文化局表示，早期竹子嘛捌有过转型期，后来因为环境的变化，真侪产业外移，所以渐渐没落。为了将这项技艺传承落，因此台湾工艺经济发展中心结合工艺家，为开发产品甲品牌形象方向来努力，和竹工艺即马无共的发展。自己的工艺家哈，非常努力啊，在这方面产官学的相互结合之下哈，那在相当多的一些领域里面，慢慢哈去把竹产业这项的一个工艺也好，或者是比较具有实用性的这些器材也好，来做一个创意的一个开发设计结合。文化局表示，伊嘛希望为浙江嘅产业提供政治信心，因此举办这边的特展，展出时间就到9月29号，欢迎民众前往参观。记者林云新采访报道。